咁而家咧又到我哋壓軸一曲《文姬歸漢》，係由朱廣撰曲，原唱係麥炳榮同埋冼劍麗嘅。蔡文姬係東漢著名嘅女詩人，咁佢爸爸咧係大文學家蔡邕。咁啊，文姬佢喺戰亂中咧係被掳匈奴，嫁咗俾左賢王劉豹為妾，生咗兩個仔。咁後來啊，曹操佢知道咗好朋友啊蔡邕嘅女流落異邦，於是咧係以厚禮逐啊文姬歸漢，希望為啊蔡邕咧係留回一點後嗣嘅。咁啊，左賢王不敢反對，12年嘅夫妻咧就係被迫分開啦。呢支曲係由雷桂開師傅同埋鄧杏兒導師咧係為我哋演唱嘅。而家有請雷桂開師傅、鄧杏兒導師。Thank you.
但到底应不忍别无
问你一声，譬如诗情与公义，两者孰重孰轻，素养你有个人嘅才干。咁啊，大王，诗情岂及公义重？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缘尽之期。哎呀，文姬啊！点解大王？你有天。因看低等命啊，阴差将之降。金银马老啊，似孤王。看全文看，强跌马妻五来惊王，若是娇妻从此回大汉，关山阻隔欲见艰难，苦断肠。神赐而将生灵涂炭嘅，
妹夫心难过。啊！王本金战死在沙场，也不忍令峨眉归汉嘅。不仁必施，还须必大王。啊！请问臣妾何日返汉报？今日都必要起程啦，文姬。今日必要起程，文姬啊！今日咪别太匆啦。生缘已尽，前情如梦啊，虚梦啊梦，仿佛都啊似我心啊间，红莲青啊站。离愁接嫁的香啊句都准备迎风啊风，关山远啊间万啊千重，谁问萧郎成墨的路，伤心途也只得泪千行。试问凭谁教导小王儿，下庭缓无哀啼声惨痛。大王，看似居马临门，恭请娘娘回帮就到。血姑口谕，稍后便是。准啊，明。大王，转眼天蓝。
空殿墙相伴，依依难别离啊，秋楼啊台未见，倩影梳妆，天边朝朝盼。大王，看是再三催嫁，说到若不启程，则回报天朝，兴师问罪。兴师问罪，大王，臣妾不能不去咯。文姬，等我送你一程啊，别舍勇Bye.
请上香居。多謝各位光臨，多謝各位。